你这是在写什么？目前写一个帅字。对，这个帅有两个含义，一个是鼓励自己，哎，一直说我自己很帅，第二个是因为帅它是比将更高一级，然后我一直希望我自己是一个越来越好越来越厉害的人物，所以用这个帅来一直只要看他就是鼓励自己。毛笔字写的不错啊，你学过吗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，身为台湾人一定要学会中华文化，所以毛笔字我从小就学了，只是练的不是很好。继续完成我的帅。你这是在做一个什么呀？我在做泡面碗。泡面碗？为什么要做一个泡面碗？我想做很久了，我平常很喜欢吃泡面。刚才这个通过老师讲解完之后，然后自己上手做，觉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？老师说的很简单，我看起来也简单，但我现在我觉得我又要重做了。现在觉得是卡在哪一个环节了？我刚刚有重新开始，那现在我觉得是卡在他要把它拉塑形的时候，对，所以我现在要重做。对，好，祝你成功。对，好，谢谢。